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鸡快跑。在今日 PCS4 的比赛里 ，CAM 战队的永远可以说是发挥的非常出色，特别是在东亚赛区第二天第六场的比赛中，来到决赛圈后，永远竟然上演了一波极限的一穿七，直接把各个赛区的解说都给看傻了。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大赛区的解说都是什么样的反应。首先就是我们中国赛区的解说，再次扔下去，看到第一个。Forever 再打一个，是的，硬抗远点的伤害啊，最终是两发火瓶将对方带走啊。在这一波的发挥当中 ，Forever 是非常的神勇。嗯，接下来的是英文解说，他们的反应非常的搞笑。Yeah, but not without taking their loss. Felony 4AM has stepped it up. This is insane. That's crazy good shooting from Forever. I mean, Forever is just ridiculous right now. Five kills already. That's more. That's it. MTech's dead.I think he has seven kills. 而韩语解说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也是瞬间尖叫起来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！从这里上，从这里上。Forever 의화염병들어갔고요저포위에진짜분